过了看体育消息，世界棒球经典赛今年打冠军战，日本第500团人庆祝约为对手南韩打，也艰难分出输赢哦。但系球球以3-3打平日都延长赛，最里面是球送嘅时间，日本可能也冷门一浪两分打点嘅安打，最里面5-3赢嘅韩国又拿到冠军。Swung out and missed, and Japan has successfully. 十球下半，特别球员投出最美的三振时节，日本队则确定用5-3大赢的南韩，拿下第二届经典赛的冠军。因为也是老南韩的第500比赛，大家真见起看不出输赢，十分精彩。That ball is off the glove and into right.就之前的数据来看，也要是一场日本机关枪对韩国太炮的一场比赛。三球上半，日本以4-3安打先拿下第一分，还专门对付日本队的南韩先发封重健。日本队虽然投得无强数，不过都做得发惊危机，无本十分控制。还有另外一片的日本先发投手岩尾久志，还保持稳定的控球，不过一直到五球下半又会变化。World Classic, 1-1 delivery, center field.日本球星数打出的中外野全垒打，双方变作1-1平手。还面对一场万人都唔想输的比赛，日韩双方也演出了几廿摆精彩的防守技巧。For two, here's a throw on the money, and he is out. Runner goes, swung on a miss, chance for two, the tag, threw him out. 7球上到8球上，日本国利用4球攻势连抢了2分。不过败球下，韩国4-1以及2垒安打还有个别的牺牲打，却拿赚了1分。九球下，抢落后1分的韩国目标是希望金平柱、金泰君连杀4败球保送，不过却都也紧张的时节。That's gonna be a base hit in the left field。一分打点的安打，九球打衰3-3平输，比赛热度的延长赛。十球上半，2-3出球，2-3对垒包，李梦一郎过一摆正面的起脚的加车。Line drive, base hit, center field. One will score. 两分打点的二垒安打，日本领先两分。最美的扳球，日本就用了2分的差距拿下胜利。一无简单，只拿到冠军，日本队全队都高兴。就连王振慈也高兴对长虹，起上的时节也比出一个数字。第二届经典赛，球队台飞将 MVP 版本的一败战绩三胜两败，防御率2.4的投手全班太普过后正式结束的。下个新闻综合报道。